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来拍《狮子本质》第一二天的收获。那主要就是，那我们这次拍的是牛蛋，鸡蛋。那我先拍单颗的。等我一下。那首先，我想你们都应该还记得我前几部有买偶像学院的泡澡剂嘛，那我目前开了两个，是这两个，有安妮跟美旭一起的，还有美旭。那首先我是牛那个从零开始异世界的雷姆和拉姆的一番长。首先这是 C 赏是徽章，再来这个是另外一颗，这是 A 赏的公仔，是雷姆的，它还有另外一只拉姆的，可惜没有扭到。其实这是第一颗扭的啦，然后这是第二颗扭的，我想说看能不能扭到拉姆的，还有两台。那我就不煮了，因为我刚其实有还拍片的时候就有煮过。好，现在再来是角落收软软的部分。那我是扭全套，这是企鹅的菠萝面包，白熊的菠萝面包，再来这个是炸猪排的奶油卷心面包，再来这两个我没有开，这是很可爱的奶油蛋糕的面包，可能会分上下集啦，如果时间太长的话。这是吐司，我最后一个扭到的，超喜欢。好，我们人生好。那这个是我，这个是初音的，我拍的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这个是 Love Live 的。那我有三个，只有两个款式，也有一个重复。我把它打开来好了，来，这个是蛋子，有千哥的梨子的，我比较喜欢梨子的，还有果南，不要忘记，然后这个是。不啦，这是扇子的，花丸的，橘粒的，不啦。然后我第一个扭到的是果南的，然后第二个也是果南的，所以我就不猜咯。然后再来，这个是谁的呢？你们看看。这样子不用看。那这个是花丸的，这个真的很漂亮，是我第二喜欢的。好，这是新冠频道的扭蛋，它有放卡袋子还有吊饰。那我扭的很多个都是这两款吊饰，所以我就介绍两个。那我们先把这剪开吧。
那真是真的。这是未来的蝴蝶结头饰，这可以这样掉。我应该是会掉的哦。另外一个是这个的，我就不拆了吧。好，我们的影片到此结束。最后记得点个评论、分享、下架，拜拜。